那就是凑合看吧，今天，啊，晚点我调一下去。哎呦，小伙子，晕锤，锤，锤，点烟 Q 锤，吃药死不了。糊就糊吧，糊我也没办法，糊我也只能下播再给大家调了。现在是直播时间。你糊吗？你重锤晕锤跳走闪现，哎呀，嗯，来个小攻速，不要再说糊不糊的问题了，好吧，不要再说糊不糊的问题了，如果你糊我也没办法，我也不可能再继续的再调。要是觉得火就换超清，没有原蓝光换超清，反正除了原画，你画质都不火。也算上。你原画也糊啊？我倒不是糊啊，就是感觉糊。跳下来，腿动腿。哎呦我有点疼，哎呀，再见，哎呀这啥呀，这是打打来打去打半天永远在推，可以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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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就打就完了，他一个技能都没有，他是个屁，你给我跳上来，走位跳锤重锤，不要害怕，怕什么玩意儿，走回家，严阵以待，我其实就没明白一个问题，就是为什么我们训练模式都打的都好好的，然后退出来进游戏以后，完事又开始我的画面又开始，就是我 FPS 不低啊，但是就是卡，我也不知道到底因为什么，200多，但就是卡，就明明我们都已经就训练模式都调完都不卡了，没人了。我也不知道到底为什么，很奇怪。这怎么都安是 double 了？跳锤重锤吃药锤。
跳锤重锤一开起来晕锤大招锤重锤，没想到吧，我生了。4-8没关系，剑魔已经游戏结束了，而且对面还是个泰坦辅助，还不是刷软辅，少死点就行了。啊，可以下当了，锤锤锤重锤接重锤，跳下来锤锤接重锤死。吃塔皮，应该能吃剩只剩一层，我估计。希望艾克不要来。直接给拆没了，拆没了也行啊，拆没了挺好，我正好回家破败了。别提了，换个水银海。我寻思拆一层给拆没了，我再上去杀他两波，峡谷打了，打完以后我们把二塔推了，我推完二塔我就去下了，现在我的装备吧还不足以去下路，跳小兵往前走，摸一下重锤接锤插眼跳 AE 开晕重锤亮牌，气急败坏了，嗯，气急败坏了，神志不清了。没想到吧？你又回来了。你要去中路放啊，跳下来锤重锤往前走，哎呀给我蹬回去了，放扣，我有破败小伙子，我得赶紧进入我的状态。行吧，回家了，去下路杀人去呀。这下路真不省心呐，我7分钟给人拆没了，人家10分钟给我们家拆没了，真是不省心呐，而且一死就死俩对死，我杀6个人杀8个。没想到吧，我又回来了。来个杀银书没啥用啊，那玩意儿了。1000多块钱。我神话都没有呢。把他们也算上。现在我们的等级还不足以一个能打2个。毕竟这卡莎他杀了8个人，现在8级，我们才9级，我得10级左右吧，我才能干他。好，这不无敌了吗？他俩去中下路的塔皮我全吃，
一人我吃三路。团战我零虚区。没有人管我。你咋的呀？啊，小伙子，跳下来锤，闪现晕锤锤，跳下来锤锤呀，这都没死。哎呀，我先死了呢！天哪，红城界好像是。2233。哎，早知道我杀他好了，我以为他死了呢。这没死掉确实是有点烦。好闪，你就不能给我个灯笼先吗？你为什么是先勾而不是给灯呢？兄弟，这回钱够了。防御塔镀层即将脱落。还行，我才550块钱，没多钱。这卡莎700，蓝枪450，艾克600，泰坦450，给我红 buff。 杀蓝枪来，赶紧去，一会儿蓝枪跑了。重锤闪现，嗯，踩呀，跳一500，来个500，往上走来。那这波艾克可以试试，艾克挺烦人的。你快走吧，跟我往上来，来5个人这波我们家啊。我们一定得杀卡莎，锤重锤接重锤，跳下来650，来开大招，跳下来锤重锤接重锤接平 A 750，锤锤重锤锤重锤，全是瞎荡，一顿瞎荡。我们0块钱出来的，2650回去的。蓝枪赶上来，直接把他杀了。走了，3000块钱。3000块钱怎么花呢？得先把峡谷打了。你快走！这让我跳一下啊！可以打，可以打，可以打，可以打。哇，他有闪现，还行。先来个蟹手。我想知道知道我们家中单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了，不屈之枪是吗？
那怎么一点没有中单的那味儿呢？怎么感觉这个人是个辅助啊？好像这潘森呢。破败现在不能用，破败是被动效果 ，A 三下会触发破败。来，小龙，可以打，我都卸手了。我先把他蓝枪收了，他有眼儿是吧？直接放了啊，然后这边打团，可以勾，好勾，可以上。你真敢飞呀，往人群里边飞！泰坦有闪现吗？没闪现，他在干嘛？你也得死！哎，我闪现杀的好像不合适。锤，锤，锤，重锤！让我跳一下，我帮你。漂亮，卢仙，给我杀艾克！跳上来一晕，哎呀，我这闪现这个多呀！打小龙。啊！好样的，没事，他没有大。小龙，快快快快快！小龙咋不打呢？刚才你给我扛一下子。一开血来晕走，不打了，没蓝了。哎，刚才打小龙啊，我天，还行，大龙没刷啊，刚才打龙啊。那螳螂刚才咋不去打龙呢？哎呦我操，大龙没了。出点啥呢？哎，这卡莎打人太疼了，我出点什么能让他打我不疼？蓝盾。蓝盾也没用啊。我出蓝盾我都不如出个板甲跑得还快。拖一拖，别打了，拖一拖。大龙掉了，我进不去场。那卡莎出沙漏了。我去单带一下，先不要打，别往上走了。哎，不行啊，这波得回来守啊，这波对面来势凶猛啊。别着急上啊，我们保着锤石不死就可以了。不急啊，不急上。哎，不急上，不急上，不要着急。
可以上，这波对面少人，潘森飞大呀，哎我操，你能把他点死不？这 AD 太灵活了，打不死，而且我一上去就让人全集火，杀他一个没有什么用啊。还行吧，也算守下来了，这波破一路到高地而已，没关系。可以打，可以打，没留住人。哎，留住人，我把他们全杀了，我头痛，还真头痛，留不住人呢，怎么？那潘森不飞大呀？你说这人，这不会放大吗？潘森，你不会放 R 吗？你为什么没放过大呢？我就纳了个闷儿了，咱也不至于就是玩成这样吧，兄弟，英雄没大招吗？不行了，他们守不住了。只要对面 AD 跟泰坦把我一控，把我一杀，他还有隐身，我们家就基本上就够呛。GG。八秒，这波可以打。不知道能不能守得住了呀，那门没有队友啊，哎呀我的天，哎呀简直头痛啊，简直头痛啊。